各位玩家大家好，这个是天堂二革命的手机游戏，那我们今天抢先第一天 OB 就来看一下。这个是拿长枪的职业，那长得很像艾琳，那我想说要不要选这一只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四个职业。他这个画面有点好，不，应该说这画面不错，然后我有点钝，只有买 S7 的跑分其实没有很快， S7 的跑分只有11万分而已，所以有点有时候会钝了一下。我们来看这几个职业。哎呦，弓箭手哎，还有就想说要不要来玩弓箭手，啊怎么又拿盾，好奇怪。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法师的职业。我翻译一下这个蓝色跟绿色这左右是在写什么。绿色是说下一步啊，看一下这双刀，这是弓箭手，看起来真的很像拉尼卡。我玩弓箭手好了，感觉看得比较顺眼一点。下一步好了，玩这种东西哦，就是要玩一个页面翻译一次。那看一下，看看 ABC 在讲什么。蓝色职业那个，哦，那个是说发型的风格啊，这边。这个是发型的风格，然后衣服的风格。啊，这是动作。然后这中间应该创那个游戏的名称，就是你角色的名称。我想应该不会被人家抢走，这个第一天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进去游戏看看好了，可以创四个账号，不是四个角色。